大家好，我是吴小轩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我和嘉玲姐主演的电影《以青春的名义》将会在1月11号正式上映，希望大家到时入场支持。我喜欢你。你打我是不是我地惊你都喜欢我？冇啲咁嘅事。大家好 ，Miss 虚晃产假，今日开始我嚟暂代你哋嘅班主任，我姓叶。呢条裙系你妈嘅，你有冇你阿妈电话噶？有。停咗，你要唔要？喂，你入咗边边？边会同你离婚？你唔使惊。佢系我学生。学咩生啫？都冇教。我系真心相爱嘅。你离婚啦！癫嘅人之所以唔开心，系因为佢哋仲记得自己系癫。我同佢根本都冇得比。